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最近呢发了一个动态，问大家家里有多少小米的产品，然后呢我就收到了以下回复。小米员工家里有多少小米的产品呢？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下我的工资回收计划。再也不用带钥匙的小米智能门锁，快递放家门口也安全的小米智能门铃，可以语音帮你完成全屋智能的小爱触屏音箱，能极大的帮你提升生活幸福感的米家投影仪，任劳任怨还聪明能干的米家扫拖一体机，家里有宠物的话必备哦。打开窗帘，一句话就能帮你开和关的米家智能窗帘，米家加湿器，开了以后我觉得晚上睡觉皮肤没有那么干了，可以吹出自然风的米家落地扇，小米温湿度计，记得配合加湿器使用哦。帮你看家还能跟宠物对话的小米摄像机，让主子也喝得放心，米家智能宠物饮水机，让普通空调秒变智能的米家空调伴侣，让你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的小米体脂秤， Amiro 高清化妆镜照亮你的美，让家里网速快到飞起的小米路由器，帮你实现全屋智能的小米网关、门窗传感器、人体传感器。对了，还有小米插线板，让厕所也香喷喷的米家香喷机，伸手出泡的米家自动洗手机，小米有品的直白吹风机超好用，这个吹风机架也是有品买的，比手动刷牙干净 N 倍的电动牙刷，这是我推荐过 N 回的米家冲牙器，如果你戴牙套，相信我，好用救星，一生推。这一身牙膏，用牙齿真的有变白哦。别用牙签了，用牙线。小米搞活动的时候买的九盒不到30块。米家小夜灯，有了它晚上再也不用摸黑起床了。能烧水、能煲汤、能煮茶的米家电煮壶，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的小米小饭包。如果你有洁癖，杀菌消毒到快架安排上。超声波清洗机，这是个神器，长得跟洗手机有点像，其实是洗洁精机，成分很安全，可以直接洗蔬果。米家电烤箱，这是焗饭用这个做，简直是人间美味。又可以听音乐，又可以给手机充电的小米无线充蓝牙音箱，有四种照明模式，长得好看又好用的米家台灯，趣味喷雾，主子拉完臭臭可以喷一下。日常元素垃圾袋，双层抽绳垃圾袋，一提一拉，快速收口，超好用。魔术无痕胶带，我家需要贴上墙的都是这么挂上去的。加上这部小米11 256G 的4299，总共的价格是16080块一毛。你想听我讲哪一款产品呢？评论区告诉我。